辽剧属民间小戏，主要流传于广西东南部，尤其以兴业县所辖的13个乡镇及周边地区分布较广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辽剧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，它是由民间贺新年活动中的一段引风歌舞发展而来的，以唱故事为主，唱词通俗易懂，多为抒发春祈秋报之意。辽剧的唱词多为即兴而发，由2-3个人演唱，以后慢慢发展成为多种格式演唱的形式。它吸收采茶、越剧及地方民歌的曲调，逐步形成行当齐全、曲调丰富的地方小戏。Yeah.
辽剧的主要伴奏乐器为唢呐，当地称为大笛，通常使用高音、中音、低音三种。此外还有大鼓、文锣、五锣、大锣以及二胡、扬琴等乐器。辽剧的演出角色与越剧一样，分为生、旦、静、丑四大角色。他的服装和道具是根据演出内容、角色进行全套配备的。辽剧的唱腔种类较多，分为文声唱法、五声唱法、花旦唱腔、丑声唱腔、渡船唱腔、男悲唱腔、女悲唱腔、媒婆唱腔等。调子分为合唱调、相思调、小开调、大王坐将、千秋帅、才子调。古乐分为二流、洗白、沙白、冲头、先锋、浙锤、一鼓、二鼓、扎将、单火炮、双火炮、水波浪、手把等等。We'll be right back.
是要病呀，八幺娃来，那个地呀，我打太好啊，要病生的那呀家。解放前期三十年代是我县辽剧较鼎盛时期，几乎每村每屯都有各自的辽剧队，常年活跃在基层农村，通过表演忆苦思甜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，为当时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农村增赐不少。而如今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以及文化消费方式的不断更新，辽剧这种传统的民间小戏已很难吸引当前的青年一代。是的，本来就传世不多，加之后继乏人，现在已面临濒危状态。